就有职务之便，我们直接把我们定制辣椒老板给请过来。哦，欢迎龚师傅。所以这四种椒你是取它不同的东西，鸡爪椒是取它的 香，花西椒的辣，子弹头取它的 甜，这个是取它的甜和肉感。哎，对对，成就一个辣椒面了，说真的，它就不是那么简单。用你的辣椒面来做这个炸鸡爆米花。哇，借由这样炸出来的鸡会比较有斑驳感吗？嗯。往里面那么辣椒，哇，贵州味，就这味，贵州味。来来来，试试看，可以，鸡肉跟爆米花鸡。天哪！嗯，丰富的，希望没有让你的辣椒面丢脸。又升华了。请问詹姆士，有粉丝有问题，是的，他说詹姆士厨房在卖的这个辣椒面是怎么配比出来的呢？怎么配比出来的？嗯，这问题谁问的？詹姆士，跟你同名。哎，可不就是我吗？其实就是我问，是你自己问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对我们厨房啊，不要说我们厨房了。只要是贵州的辣椒粉，我一直脑中充满太多的问号。哦，其实我自己也试做了很多次，嗯，对不对？那这次当然就有职务之便了。哦，我们直接把我们定制辣椒老板给请过来。哦，欢迎龚师傅。啊，终于见到本人了。师傅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到中间。龚师傅好，龚师傅好，你好你好。这位是晶晶。好，你好，这是龚师傅，见过啊？你们见过？电视上啊，电视。今天终于见到大美女了。哦，终于看到她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厨房的辣椒是跟您定制的吧？嗯，是的，是吧？我们今天这一款辣椒可以讲说是贵州这边的辣椒。对对，贵州本地椒。对本。哦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面上面啊，这些辣椒可以不能说是琳琅满目啦，但是也是种类繁多了。哦，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子弹头，这是子弹头。那这个呢？这两个不都是？这是煮熟以后的。哦，这是生这是生的熟，生鲜的。一般我们在市场上面看到，可以看到，都是这个样子。这是经过那个炒熟以后，哦，产生的这种。它炒熟是怎么炒啊？我们看曾经的杨梅辣椒啊，它有个说法。嗯。那么第一个炒的时候，根据它的这个杨梅辣椒，它皮厚。对。在整个过程一锅下来，在七十斤大概在。45分钟左右。那有要加什么东西去炒吗？不加不加，我们干锅炒。对对，就力求它的原味原本，不加任何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臭椒，或叫鸡爪椒。对对，也称鸡爪。这个皮就薄了吧？对，它皮薄，但它不辣，它是香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炒的话，时间应该会比较短一点吧？对，这虽然短，但是对烤的人要求特别高，时间必须。把在那个点上，哦哦哦，过了不行，如果太嫩了也不行，哦，对我们烤辣椒是不是炒得太嫩了，香气没出来，对，炒得太透了，焦味出来也不行。为什么你在做这个辣椒面的时候，你会决定要用这四个椒？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以臭椒它为主要的，臭椒是大比例，不然会太辣，不然太辣，因为它香为主，哦，香为哎，对对。这个呢是根据个人喜好，对，比如你要偏辣的、特辣的，对，就是比重稍微重一些。那它嘛有点清香，它有点偏甜，有点甜香的，综合一下。哦哦。所以这四种椒你是取它不同的东西，鸡爪椒是取它的香，花西椒的辣，子弹头取它的甜，这个是取它的甜和肉感。哎，对对，它肉厚嘛。哦，所以是把它们都炒制过了之后，再把它打成粉。我们是这么的，哎，把这个猪腰的辣椒啊，调配好以后上到，我们是通过很传统的捶打。捶打，捶打，捶打，不用机器化的机器去打，都是手工的。它一个铁锤嘛，对，它一个凸轮，咣咣这么去撞，就跟打铁一样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不通过机子去做，那就像小时候我们小小队啊。咱们可以扩大化嘛，这样一个大的自己倒，能倒的比较有碾压的那个，那机器比较难做到。那前面这一排呢？这就是我们那个小料。所以这些之后都是把它打成粉呐。对对对。那锤很久吧？把这个小料什么通过那个一个不是石锤，也是一种小型的机子，石家庭使用那种。对，进行一个打融，也就是这种。哦，那个几个打出来就变成哎，就是混合呀，对，我可以开吗？可以，就是在这些全部催动完以后就会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干嘛？辣椒这些负责辣香啊，甜，对不对？原来
重点在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你一闻，你没有闻到辣味，但是就是那个贵州辣椒粉它独特的香气。嗯，有花椒在，花椒香，那个吃那个烤豆腐的时候会有的那个。哇，你这个不得了哎，贵州味，对不对？成就一个辣椒面啊，就是它就不是那么简单哦，尤其是这个，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特别，也是因为这样就成就了我们今天有机会啊，跟龚先生在这个台上，没有没有，大家分享，大家来分享，然后把好的辣椒面介绍给大家。嗯，哦，今天哦，你有用木林辣椒面做成爆米花吗？啊，嗯，什么？你有吃过爆米花吧？爆米花小时候有，小时候吃过。嗯、其实辣椒面跟爆米花非常合。椒盐味的吗？不是，辣椒面味。辣椒、哦。我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我就常常会爆爆米花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辣椒面加上水牛的 cheese， 嗯，我讲人间绝配。真的、哦。我给老外吃，我给日本人吃，我给在我店里面香港人吃，每个人赞不绝口。哦，爆米花呢？我曾经在台湾，因为有一天去朋友家，朋友开一间小小的酒吧，嗯，哦，没有下酒菜，他拿了爆米花来，我就随手，因为那时候刚从贵州回去，就把人家辣椒面往那么一撒，嗯、哦、嗯、哦，现在他们店里面的招牌菜了，哦、这么难，感谢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一道菜，叫做炸鸡爆米花，哦，用人家辣椒面让你试试看，好，好，期待。好，我今天就用你的辣椒面，哦，来做这个炸鸡爆米花。哦，那首先我们先炸鸡的部分先把它处理好，用的是鸡腿，鸡腿肉，去骨鸡腿。你要把鸡肉炸成鸡米花吗？类似，跟爆米花混在一起。对对对对。平常我们在做炸鸡啊，嗯，我们会放很多的，比如说像蒜粉啦、啊嗯，或是一些调味粉啊。但今天应该都是用了，对，因为我们的辣椒面自带调味，强大。我们吃这种辣椒也是力求简单，嗯，因为太复杂了，把事简单是就把味型给弄得太乱了，嗯，因为简单也哦，没有，你的是味型简单，但是你的操作复杂，操作复杂，对呀、啊，这是糯米粉，然后面粉，面粉跟糯米粉大概是1:3左右，面粉对是3，糯米粉是1，对，然后泡打粉大概是1/8。然后来点盐、白胡椒、黑胡椒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准备水。好，今天帮我个忙。好，你把那个爆米花拿去微波2分半。好。哦，四面朝上。直接这样放进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好。接下来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不合逻辑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下去油炸的时候啊，不能碰到水啊，会油爆。对对。但是我会把它放到水里去。嗯，你的锅肯定是特制的。没买锅没特制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鸡肉放进来，直接沾干粉就好了。嗯，这样比较快。我们要多沾一点粉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会儿碰到水会掉一点嘛。没有啦，就平均沾的，你也不要太厚。嗯。是不是粉把这个肉的水啊给吸收一点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你看到你会吓到，我会把整个泡在水里面再把它丢进去。笑他以为是开玩笑，是真的啦。现在是油温对不对？对，油温要高。那油你把粉撒进去，它要到什么程度，你就觉得油温就高？油要高，油要高。高的话撒进去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我们今天的鸡块比较小块，嗯，所以如果说你油温不够高，你要炸到外面酥脆的话，里面就干掉了。哦。对，因为这比较快熟。好。那如果说你的鸡块是比较大块，你油就比较高。哦，这么难。对，不然你外面酥脆的，那里面还没熟。对，是油温。油温高了，高了。接下来这个就是关键的，这个要把它把粉抖掉一点，稍微抖一掉，然后去浸水，快速两秒，再甩下水，哇！借由这样炸出来的鸡会比较有斑驳感吗？嗯。奇怪的炸法，嗯，不错不错，老师。稍微拨一拨它就散。嗯，下了水之后再去炸，它会比较泡一点。它会外面那个面粉呢，它不会那么的均匀裹在上面，碰了水之后它会多一些爆裂感。
所以它吃起来就外面会比较酥脆一点。这也是一种。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去放别的那种蓬松剂、嗯，如果蓬松剂的话，可能又是不一样。嗯，对。我刚刚我担心这螺蛳会点着。哦，不会。上上水就行了。哎，我们的爆米花好了，把它取出来。有没有爆起来？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。可以。香。嗯，好油。哇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小心手，小心手哈。大哥很多年没吃爆米花了。想到就是对我生说奢侈品啊，真的。那小的时候在哪里吃到爆米花？电影院。电影院。电影院放电影啊，对啊。这可以了，嗯。哇。我们要让鸡块到什么程度可以捞起来呢？现在呢，它你可以看它们很多的泡泡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先把它捞起来。然后温度再把它拉高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鸡块也会，因为我们放在那边，它继续导热，里面就会熟，调味只要稍微炸到外面更酥脆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所以现在要拉高油温。对，现在拉高油温。那我们准备一个炒锅来炒爆米花的。啊，爆米花还要再炒？这不是炸开以后还是？炸开之后鸡肉下去，然后下去再就是你的重点，辣椒面，稍微翻两下，就功德圆满了。很多时候在等待的时候，爆米花就是我们的好朋友。是的，是的。我先让你试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就这么，你可以试试。嗯，多在你们，好不好吃？嗯嗯，没有想到你们家这个这么厉害啊！真的真的，手下刀把它一刀开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这么厉害吧？是好的，嗯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沾完之后那个回味很香哎、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真的没有错。你拿贵州的，回头我也这么吃。嗯。好，温度上来了，再把它放进。哦，这一次是让它变酥，对 对, 对, 对，变脆。像是过了一个回味粉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时候让它外面酥脆一点。嗯。也上了色，好看。嗯。行吧，很快就上色了。这边呢，我们先把爆米花放进来。鸡米花和爆米花，对，往里面那么辣椒哇，辣椒面，好，这样子，鸡米花爆米花，然后上面再来一点，一点点，漂亮。因为我们今天的爆米花是甜的，甜的，所以呢，给我一点盐，盐盐，这个不要没那么咸，嗯，然后来点胡椒，黑胡椒粒，这个如果在家里面你在看看影集啊，看电视、哦，看电视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你们看韩剧的时候，对，看韩剧的时候，爆米花已经不行了，我们现在试试看，好，炸鸡爆米花，好，试试看。来来来，试试看。好、哦，吃个鸡肉。接拿。嗯，松脆的，松脆的。肉很松。嗯。本身肉松的那种感觉。辣椒上面以后。嗯。有点辣辣的那种味道。麻，有点麻。味，舌尖有点麻麻。你要把鸡肉跟爆米花一起吃。你要看韩剧就下去，我可以看二十集，看二十集，啊，那怎么？它有点，它跟那个爆米花其实它会有那个奶甜味会出来，对啊，对，反而会让这个变得更有趣，吃起来。因为一般的爆米花吃起来，不管是之前的之前，它就单纯只有爆米花，嗯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你如果家里面没有炸鸡，你直接把爆米花爆好之后，把这个辣椒面撒上去，辣椒本身，你看它刚有那么多的味道啊，哦，光是比如说桂皮啦、陈皮啦、什么花椒啊、茴香，那些东西就可以堆叠出你想嘴巴想要的那些那个更很复杂，然后又很有层次的味道。嗯，再加上这个辣椒下去更舒服。对啊，再喝点什么就更舒服了。太好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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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比今晚在看韩剧吗？嗯，比我看韩剧都要。
哦，你只要把它炸的有点酥香，嗯，哦，那个鸡肉的部分，你在吃的时候就觉得没关系，因为它多了一点那种鸡肉的口感。但你也不用，你就说鸡肉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了一只鸡肉，如果一般在家里面，你可能两三个人吃，你可能两三只，嗯，肉吃太多也不好，就吃爆米花，这样也不错啊，哦，配点酒这样子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哦，希望没有让你的辣椒面丢脸。不不不，怎么加点水啊？他真的入神完了。哦，就是说你这样跟新人一样。没有辣椒面，整不了菜。那今天的香辣大虾，它自具形容。好，接下来炸虾子。哇，红了。眼睛仔细盯着看，虾子一定要熟透。你要看我们切开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熟透。好，辣椒面，你现在闻它，我们辣椒面进去的时候，你再闻看味道。嗯，截然不一样。虾放出来，嗯，就是要有辣椒把它的味儿给顶上来。这个不是一种漂亮的扒饭的效果，像扒粥。虾肉也很惊喜，嗯，好吃。我们今天好物推荐，然后我们厨房的辣椒面，桂辣的品质真的非常好，嗯，唯独只有在最近才有的时代口罩，在那里开始特殊的不一样是有加了花生，哦，所以你吃到嘴巴里，它没有享受嘴巴的口感跟味道，嗯，你鼻梁当中的那个空气里面还是有这个浓香，嗯，而且你没有发现，好吃，好吃哦，好吃好吃，哦，试试看，它真的非常不错，哦。今天的这个美食的幕后英雄啊，我们还是在聊这个辣椒面。辣椒面，对哦。为什么叫美食的幕后英雄？因为没有他就成就不了美食的辉煌。那主角也是一样，为什么目前幕后不是一样？幕后是因为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是。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，人家只是觉得好吃。比好比说，会去想，我们今天要吃一个这个牛肉面好了。嗯，牛肉跟面可能就是目前的英雄。嗯，但是幕后呢，牛骨啦、洋葱啦、红萝卜啦，去熬制它，让它这个汤变得有底蕴。嗯，这些都是幕后英雄。哦，那辣椒面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个幕后英雄。嗯，对，好比我们要做任何的烤牛排啦、烤茄子啦，你可能看到都是茄子，但它最主要那个底蕴、那个味儿，对，就是我们说的幕后英雄，辣椒面。师傅说，美食的幕后英雄才是料理人的最佳帮手，有了他们，我们才有了各种创造美味的武器。师傅就曾经用辣椒面做过很多种不同风格的料理，我给大家数数哈。比如那道中西合璧的红椒鲜虾辣味焗饭，就是用辣椒面跟芝士做了完美的结合。再比如有道宫保味的辣香双蛋，它把辣椒面做出了层次，让简单的食材变成了一道大菜。那接下来呢，师傅还要再展现辣椒面的另一种吃法，我们一起学起来哦。所以那这一道菜我们是要用这个幕后英雄为我们成就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香辣大虾。哦，没有辣椒面成不了菜，把香辣拿掉，就是、还是可以是大虾嘛？对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今天的香辣大虾，它好哦，好、哦，先把它切开，开背，对，我们是一会儿要炸它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去炸它，这样炸完之后，它会比较，它会整个摊开来，所以待会在吃的时候，它入味程度会比较好。好，这个不得了哇！我觉得我们的辣椒面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它真的很香，就我不太能吃辣的人吃它，我都觉得它有辣椒味儿，有辣椒香，但是没有特别辣的辣椒劲儿。龚大哥来也有提到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希望，对不对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辣椒的好。对，所以他用比较不辣的为基底嘛。嗯。这个来一点米酒。现在是在去腥还是在？对，意思意思抓一下。好，先放这边，等油温上来。好，这边我们先来准备其他的料。我们处理生食和就是，如果我们碰了生鲜的话，那就要把菜板翻一个面。最好是要换另外一个菜板会比较好吧？嗯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会儿要撒上去的吗？对。所以你要一定要翻面，如果是要入味儿，入味就没关系，加进去就没关系，撒进去的话这就要求。生熟要分家。对。这个啊，嗯，如果家里有稀饭啊，哇，这也是不得了。你是说辣椒面吗？我们做的这道菜跟辣椒面的结合之后，家里有稀饭了、啊，
所以我拿来掏饭，我跟你说也是吓死人。平常我会再切一些红辣椒，嗯，今天就不用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辣椒面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辣椒面，而且这个香气，红辣椒放上去会变成只是在点缀嘛，就是有一点像是配色，意义不大。好，也先来炒我们该炒的东西。炒我们该炒，那现在要炒的是？我们第一个炒的会是蒜酥。嗯，蒜酥。好，蒜有一点点变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把豆瓣酱放进来。好，现在这个蒜酥好的时候，来，面包粉进来。确实也比较像那个避风塘。嗯。如果油太多的话，它的面包汤，怕面包粉炒不干。对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它干爽一点，所以对油量要有控制。香了。先关火。好，接下来炸虾子。干嘛？跑了那么远呢？当你拿起锅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会很炸。所以要到什么程度？听声音，对不对？对，声音降下来就行。好。哇，红了。虾子的部分一定要把它炸到熟，因为待会我们放进来不会再崩。对吧？眼睛仔细盯着看，虾子一定要熟透。看颜色变了。不是只有颜色变，你要看我们切开的地方到底有没有熟透。好，看虾肉。啊，这是两锅同时并举。松脆。要听到声音，然后你不确定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试试看。然后酥香，再来葱和香菜末，需要再稍微再煸一下，因为葱跟这个香菜是有水分，对，好香哦。但是这个香气远远不足，我们待会把辣椒面放进去。好，记住，如果你今天要做这道菜，面包粉花一点时间，一定要把炒到酥香，这样才会好吃。好，炒透透。现在已经颗颗分明。辣椒面，你现在闻它，我们辣椒面进去，你再闻看味道。高截然不一样。真的截然不同。辣椒面撒下去，整道料理的风味完全翻转。辣椒面的四种辣椒在这其中都有不同的担当：鸡爪椒的香，子弹椒的甜，杨梅椒的口感，花西椒的辣。还有八角、桂皮、茴香、陈皮，这些料头组合在一起，变成了深厚的味型，让料理快速升级，让食材增加香气。我发现这料理的趣味就在于要彻底的了解食物的原味是什么，然后呢，再去选择自己心目中想要的味道。喜欢自己动手做料理的朋友，快来尝一下辣椒面吧，说不定你也可以创造出特别的味道哦。好，现在虾放进来。就是要有辣椒把它的味儿给补上来。金黄的。好漂亮，好漂亮吧？丰收的稻穗的颜色，这个不是只有漂亮，要去爬饭后山，你想爬粥？哎呀，开心到不行！好，大家试试看，香不香？香。哦，我们直接来就好。哇，落满了。哇，香吧？光吃这个都香。我好喜欢上面那个炒出来的面包碎，
沙沙的，沙沙的，对不对？在嘴巴边咬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慢慢融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辣椒面的味道就在整个嘴巴里面充斥着，嗯，哦，这不难去淘那个稀饭，稀饭有点对不对？对不起大吧、嗯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好吃哦！这跟避风塘炒起来有点不太一样，其实差不多了。嗯，那这个因为用面包粉，大家比较简单，所以这个也是新手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对，那最主要是辣椒面，拉面真的是一个，它帮你调味调好，你只要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就好。嗯，小白也可以来试试看，撒一撒哦，什么小白、大白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哇！嗯，好吃。辣椒面的用法很多，当然很多人几乎是把它拿来稍微沾一下。嗯，那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调味料，好比胡椒、白胡椒，你把入菜进去，其实它是个非常方便的调味粉、嗯、哦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、哦。还有自己制啊？主要是回去我就吃不到你炒的，就是这样。我回去马上自己再炒一个，这好吃。冬菇瑶柱茶我试过了、欸、它非常好吃，它里面可以感受到这个瑶柱啊跟冬菇的甜味。首先要让它先出味，然后红葱头进来，接下来我们淋点酱油进来，盐巴。冬菇瑶柱茶很好用，加了辣茶它就是不一样。我跟你说它非常好吃，不但可以吃到所谓的山产，也可以吃到海产，越咬越香，越吃越香。嗯，本栏目由豆本豆豆奶特约播出，豆本豆科技造就好营养。近几年其实蛮流行吃蘸粉的排列，看着比菜刀还要大，对，比菜刀还大，没错，好夸张。食物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，要一视同仁。丢上去烤完就拿出来，每个人都叹为观止，哇，惊呆了。还没吃，看着就觉得好幸福。我想说差好多，很过瘾。光吃这个都香。我好喜欢上面那个炒出来的面包碎，沙沙的，沙沙的，对不对？在嘴巴边咬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慢慢融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辣椒面的味道就在整个嘴巴里面充斥着，嗯。哦，这不难去淘那个稀饭，有点对不起大吧、嗯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好吃哦！